My Pet Hooligan 是一款围绕 NFT 打造的 GameFi 项目，其中 The Rabbit Hole 将是项目生态的第一款游戏，目前游戏在分阶段内测中。 NFT 持有者玩游戏的同时也是与社区其他成员社交，可以在其中一些区域闲逛并与社区互动，参加各类活动等。该 NFT 是由 AMGI Studio 打造的旗舰 Web3 IP。 AMGI Studios 是一家在动画和游戏领域拥有丰富经验的创意 Web3 娱乐公司，多年来 AMGI 开发了一系列尖端动画方法和技术，这些方法和技术将成为 Web3 扩展的基础设施。强调虚幻引擎的高效使用，团队成员是由来自皮克斯、迪斯尼和 ILM 等知名工作室的艺术家和创作者组成的高素质创意团队。除了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之外，项目团队 AMGI Studios 还在开发动画电影、 NFT 3D 角色设计、 AR-VR 环境交互，并计划与多个品牌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将他们的内容和角色带入游戏。从长远来看，项目方将构建一个独特的元宇宙 Interloop。 该游戏采用虚幻引擎5构建，是一款 PVP 游戏，发生在其专有的元宇宙 The Rabbit Hole， 具有独特的受《侠盗猎车手》GTA 和 Zootopia 启发的 3D 角色，主要是派系资源争夺战，抢夺各种资源来换取最有价值的物质美元 Carrot Cake。 游戏将有多种模式，包括 PV 人机对战、大逃杀、 UGC 游戏挑战，例如团队死亡竞技比赛，用户可以在其中自主设置赏金。游戏的每个新赛季都将会迎来新地图、新功能以及新的游戏模式。